自嗨锅品牌邀您收看《仲夏满天星》，抽支幸运签，收获属于你的心动，满满恋爱味，阵阵火锅香。四月小火锅就吃自嗨锅，订火车票就同城，两亿用户都喜欢的同城旅行，邀您观看《仲夏满天星》。白天卖咖啡，晚上开汽车，都能碰上你啊！嘿，乘客请系好安全带。幼稚，我呀，已经准备好了以前给你妈妈上课的课程。我那么努力的讨好奶奶，奶奶就是不喜欢我。拿饭，拿饭。奶奶为什么不喜欢我？啊，不哭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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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可以了。没事，好，可以了。怪他不愿意跟我玩，他们只是随便找一个理由欺负你而已。每个人都是独立的存在啊，谁也没有资格欺负别人。他们要是再欺负你，你就来找我，我经常在这边玩的。嗯，给你添一个东西，我爸爸给我存的，虽然我不知道它的名字是什么，但是我超喜欢，你听听看。我是天然，洛天然。拉过了吗？我。泽一。提醒你一句，她是我老婆。走了走了，我们出去说。云叔，我明天再来看你。走了走了走了。你明天还来看她？这是什么？小红象，这是市面上现在所有能找到的小红象。这么多？嗯，是这样的吗？还有书里也有，我给你放好书签了。行，我自己研究研究吧。那我先撤了。好啊，你看一下。去吧。嗯。这么多，
与鲁迅。小红小象小红象，小象红红小象红，小象小红小红象，小红小象小红红。这呆头鹅还挺有文化的。小红小象是小红象，小象小红是小红红，小红小红小红是小红象，小象小象小象是小红红，嘿嘿。这是我爸爸给我录的磁带，送给你吧。请进。在忙吗？天然，你怎么来了？给你做了一些好吃的。我的伤没什么要紧的，你不用这样。你是因为昨天泽一说的话，所以……泽一说的对，你是他的妻子。可是你也是我的朋友啊。昨天的事儿，我替泽一跟你道歉。不好意思啊，云医生，你该换药了。好，这就去。嗯，好。天然，谢谢你对我的好意，这些。我都会吃完的。哦，那我就先走了。拜拜。这个都拿去处理一下。嗯，这个也下了。好，和之前那些放一起啊。你们这是要搬走吗？对啊，老板说不开了。啊，怎么会这样啊？没办法，生意不好。那我以后是不是就没有地方可以买唱片了？不然你再去挑一些，说不定还能挑到喜欢的。我就先去忙了，不招待你了。嗯。老师，怎么还没有休息啊？在家静不下心来，就想工作起来。忙起来的话，就不会心烦了。哦，有心事。嗯。嗯。云叔，你要好好养伤，毕竟你的体质比较特殊，伤口没那么容易愈合。要是平时感觉不到疼痛，伤口感染了就麻烦了。知道了，谢谢老师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见到你让我想起了一个人。他和你一样喜欢音乐，一样的单纯，一样的热心肠。Thank you.
喂，怎么了？明天行程结束后，歌谣自由活动。啊？他给天然新买了一辆自行车，说是要教天然骑自行车，还不许我跟着。骑自行车，吃饱撑的。哎，你骑慢一点。你不会骑，你骑那么快干嘛？你怎么突然想起来买自行车送我了？啊？谁送你了？这是我给我自己买的。那你还买这么骚的颜色？我你扶稳一点。我想买什么颜色就买什么颜色。那你慢点，你慢一点。学会了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有话跟你说，你们聊，我到那边去学。你慢点啊，别摔了。怎么了？你们经常这样？闹着玩嘛。你跟这个洛天然住在一起有一阵子了，对他真的没感觉？怎么可能？小孩嘛，什么感觉不感觉的？那就好。他就是想要一段有名无实的感觉，帮他解决一些不必要的麻烦，好让他更专心自己的音乐。你们只要负责去结婚、去离婚就 OK 了。既然你们是契约婚姻，那么一些越界的事情就千万不要做。秦泽一，真不害臊啊你！怎么了？突然这样？哦，看你最近健身健得不错，检查检查，继续保持啊。还有啊，我的电话必须得接，再不接，我跟你没完。跑哪儿去啊你？不会骑，别骑那么远。你管！别人现在怎么样？头部受伤，已经失去意识了。多久了？有一个多小时了。年龄、性别、既往病史有没有？23岁，女，既往病史还没有来得及问，现在已经在急救室了。天儿，医生呢？啊？小刘，来把病历给你。怎么受伤了？意外，让开。缺氧饱和度正在下降。拿氧气瓶，准备急救。好的，快去。麻烦你出去一下，不要影响我们救人。请出去。不好意思，麻烦您出去一下。准备麻醉，准备麻醉，快！Thank you.
医院，谢谢大家。公司之后会发布声明的，谢谢。路口朋友，人气巨星靳泽一与妻子紧急现身医院，事态发展如何？现场记者持续报道。啊，知道了，让你费心了。好，我这就赶过去，一会儿见啊。哎，孩子伤得怎么样？说是头部受了伤，正在抢救。我跟你一块儿去。哎哎，你们上哪儿去啊？啊妈，医院里头有点急事，我得马上过去一趟。哦，您早点休息啊。嗯，照顾好妈妈。嗯嗯，慢点开车啊。哦。什么事啊，妈？天然摔伤了。啊？小心点，小心点。嗯。都记好了。嗯。每过一个小时过来测一下体温。如果他的体温超过38度，马上过来告诉我。好的，去吧。等一下。谢谢。客气。这都弄得差不多了，你脚怎么了？坐下吧。小琴，起床了。这都几点了，你还不起床？林澈，怎么了？天然出事了。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哎呀，怎么没人接呀？走，咱们去医院。好，坐稳了，小琴。坐下吧，回头你伤再严重了怎么办？阿泰，差不多就行了，再近一点。别拍了，现在全网都在说你没有好好保护好天然，那我不得发声明帮你说啊，不要素材吗？我不在乎。我在乎。别拍了。你腿伤怎么样？严重吗？还好。嗯，我看看。嗯。病人需要休息，无关人等请出去。都出去吧。你就这么照顾他的，他都病成这样了，你还让人拍照啊？我是谢谢你，但别太过分了。云医生，三号床的病人找你。
院我都看过，恢复的很好。你好，请问一下 VIP 病房在哪里？在那边。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行行行。电话也不接，短信也不回，这么多个病房要找到猴年马月。护士你好，我们是泽医服务的朋友，来看望天然的，能告诉我他在哪个病房吗？不好意思，这是病人的隐私，我们不方便透露。我真是他朋友，要不你给他打个电话？我这打他不接。欺负你，天然在哪个病房？谢谢。距离接触，此时不拍何时拍？不然别人都不相信我们是朋友。但你这样不好。哎呦，行了，又行了，又行了，别闹了，别进去看天然吧。干嘛呢？我们来看天然。你是不是拍照了？没有，我拍天然呢。给我看看。没有。你给我看看。没有。天然，你醒了，天然。天然，天然。快去叫医生。好。摁那个。哦。啊，你要起来。我来。你终于醒了。放心吧，天然的身体底子很好，已经好的差不多了，明天就可以出院了。谢谢医生。你叫什么？我们之前有见过吗？感觉好熟悉的样子。你说天然失忆了，我们该怎么办啊？这样也好，这样他就不记得我欠他多少钱了。哎，金小晴，我说你怎么又这个样子？哎呀，我开玩笑了嘛。走吧，赶紧去 full house 给天然拿衣服。这还差不多。这好端端的怎么会失忆呢？哎，听阿文说，他摔的时候头着地了。那不是什么都记不得了，说只记得十六岁之前的事了。哎呀，那岂不是咱们家泽一他也不记得了？哎呀，这孩子也真够可怜的。他可怜什么？咱们家泽一才可怜呢，自己的老婆都不知道自己是谁，
那岂不是碰也碰不得了？妈，怎么都不叫说了？妈，你装什么呢？结婚录像，说不定看了这个就记起来了。快，把这个收起来。拿着干嘛？带给我孙子吃的，不行啊？行。所以你真的不记得我了？不过你也不要太灰心，我是觉得那个医生长得帅，所以才说眼熟的。他帅是我帅啊？所以你到底是谁啊？我是你哥。我哥？嗯。你好。从片子上看没有什么损伤，可能是心因性的，也有可能是间歇性失忆。总之你需要继续留院观察一段时间。嗯。照顾好他。知道了。所以你真的是我哥？是啊，我是你哥。回病房。金泽一先生，请问你愿意娶洛天然小姐为妻吗？不论贫穷富贵，健康或者疾病，不离不弃。我愿意。洛天然小姐，你愿意嫁给金泽一先生，不论富贵贫穷，健康或者疾病，不离不弃吗？我愿意。他不是我哥吗？他在说什么？妈，这是夫妻之间的小情趣。我看让他们俩再结一次得了。哎呀妈，哎呀，我这不是急着早一点抱曾孙子吗？哎呦，这要等到什么时候啊？哎呀妈，天然，想不起来也没关系，慢慢想。怎么没关系呀？师母。哎，云叔。奶奶好。哎，妈，云叔过来给天然治疗了，那咱们先回去吧。别忘了看我给你带来的录像。妈。哦，慢走。今天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头晕？挺好的。那就好。晕。哼，叫我云叔就好。云叔，他们说泽一救了我，但我怎么都想不起来了。我真的跟他结婚了吗？是真的。哦。难道你不想跟他结婚吗？我只是觉得就像盼了一件很久的新衣服，突然大家都告诉我说我已经穿过了，而且还穿得很开心，但我自己却不知道是什么样子，这种感觉真的很奇怪。天然，我带了粥过来。有什么不舒服的及时喊我，我先走了。嗯，谢谢云医生。你是现在喝还是等一下再喝？我想出去，这也太闷了。好吧，我扶你。老公，谢谢你。叫我什么？我听别人说了，你是我丈夫。
虽然我一直都没有想起来，对不起啊。啊，这段时间辛苦你了。我虽然什么都没记起来，但我会好好努力适应妻子的身份的，也会好好爱你的。啊？爱我？我会好好配合治疗，尽快想起来的。想起来？不好意思，请你离开这里。金泽一，金泽一，没有，不关心。我让你下车。问题吗？没事，你现在这样也挺好的，挺好的。要不我们出去走走？好啊，走吧。啊，我们平时也一起散步吗？偶尔吧。那我们一般是牵着手还是挽着手？都有。都有。那。是吧？哎，这是我的。你又不吃。我什么时候说不吃？不给你吃。给我。不给，不给。给我，你给我。来来。给我。哎。给我。嘿嘿嘿嘿。哎。打扰二位了，我刚收到隔壁病房的投诉，不好意思啊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老婆脑子抽风了。谁抽风了？堵住你的嘴。哎，你干嘛？哎，打我干嘛？你又不敢打你啊？哎，啊，别别别别，挺贵的。哎，嘿嘿，哎，哎，啊啊！别打了，啊啊。你以前说过的，你要当一个贤妻良母，记得吗？贤妻良母。嗯。但是人会变的。啊！疼疼疼疼！啊啊！打我！疼疼疼疼疼！怎么了？哦，手臂疼。没事吧？啊，没事儿。啊！还打我？打不打？嗯，打不打？嗯，不打了。这还差吗？打你！啊，好，让你揍我！谋杀亲夫啊！